接下来要走上红毯的是青年演员贺峻霖。作为电影频道实习主播的小贺，那今天晚上呢也会和盛典主持经验非常丰富的蓝宇同台主持，相信他们一定会解锁更多的惊喜，让我们一起期待今晚的荣耀绽放。期待今天晚上峻霖在那场舞台上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，我相信这对于他来说一定是一次非常好的宝贵的实践的经历。作为主持人的身份，